病食藥很重要，不過最重要就是佢意志。我哋應該俾多啲時間佢，支持佢，可能佢嘅病會好啲咧。嗯，你講啱。我哋要留喺度，直到佢肯翻高山時為止。我好少見到阿榮會咁緊張，佢對阿靜嘅着緊，係因為佢哋朋友啊。模擬電視廣播將於今晚11:59終止，請轉往數碼頻道81台，繼續收看翡翠台節目。